宜兰县政府设置在三星乡大隐村的防汛仓库，最近呢被民众发现堆满垃圾，而且还散发臭味。没想到这些垃圾呢，通通都是县府委外的业者把垃圾从河川打捞上来，再到这里放置的。县府也解释过去废弃物都会请业者自行处理，那为了要加强控管这些垃圾的流向，才会暂时先放在防汛仓库，之后呢也会送去焚化炉。不过乡公所就认为县府已经违反了废弃物清理法，要对县府开罚，最高是6000元的罚款。这一定要开罚啦，管政府嘛赶快啦。宜兰三星乡居民气炸了，因为附近的防汛仓库沦为县府的垃圾场，臭气熏天，难以接受。我希望我们乡长可以好好，就是真的严厉查办，说为什么县政府官员水资处可以来这样子的倒这些垃圾。原来真相是县府委外的业者将垃圾从县内河川打捞上来，再到这里暂时处置。附近居民得知后气炸po网，说防汛仓库被县府当垃圾场，自己成了三等公民。如今县府成了帮凶，乡公所认定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将对县府开罚最高6000元罚款。那要求他们3天内限期改善，并开了一张罚单嘛。宜兰县是环保立县啊，那不符合这个用地的目的吧？公所这边他们有他们的权责，然后我们予以尊重。乡公所开罚县府，县府也甘愿受罚，但也解释过去废弃物都由委外业者各自处理，为了加强控管，才再到防汛仓库集中，晒干就会送往焚化厂。未来会检讨作业流程，不让当地居民饱受垃圾臭味所苦。记者李坑宜兰报道。